太远了，快停下。杰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银河，上课了，快醒醒。我有办法，让我来。干什么呢？都上课了还在这里大吵。浩父，银河好像睡着了，叫不醒他呀。睡觉就睡觉，还在这里盖着被子睡，太过分了。我说怎么叫不醒他，原来戴了头盔啊，看我的。什么？居然早有防备，能不用蛮力把它粘下来？嗯，钢头盔也太厉害了吧。有了。太远了，快停下。杰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我在这里啊？为了不被打扰，我偷偷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了睡梦中的杰德，借用迪迦的瞬移技能偷梁换柱，这样我就能好好睡一觉了。98 99 100，我要开始找喽。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房子？召唤多拉特利加。主人，你有何吩咐？帮我看看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。透视眼镜。我看看。哇，特利加娘，你也太聪明了吧！愿赌服输，这个澳王卡牌就给你了。多拉特利加，这个气味扫描仪也太牛了，我这么隐蔽都被找到了。哈哈，是泰罗娘，你身上的香味太重了。嘿嘿，这个赛加卡牌就给你了。哈哈，就剩最后一个赛罗娘了，多拉特利加。分身饼干，只要吃了分身饼干，就可以有很多分身了。这是什么好吃的？这可怎么办呀？你们有办法让我变回去吗？哥哥，你给我买这个棒棒糖，奥特之母不会生气吧？哎，真好吃，哥，你尝一口。哥哥，咱俩吃一个棒棒糖，奥特之母知道了不会吃醋吧？哥哥，你骑着小电动车带着我，奥特之母知道了不会揍我吧？奥特之母好可怕，不像我，只会心疼哥哥。好浓的一股茶味呀！姐姐，棒棒糖你吃吗？好你个贝利亚，看我今天不教训你！母亲拳击。姐姐，就这点水平还跟我斗？你奥特之母好可怕，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。泰罗，泰加，敢欺负我妈妈，你完了！哥哥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奥特之父，老婆，我错了。哥哥们，吃棒棒糖记得点赞哦。这照片是你吗？是，那时候我还很瘦。这就不会是你。你说他不是我？不是。你说他不是我？不是。你说他不是我？不是。你说他不是我？
敢打我。迪迦，出来吧。如何才能打败迪迦呢？期待你们的精彩评论哦。爷爷，你凭什么说我们新生代啊？出来吧，野骨兽！好家伙，就这样，一只小狗狗。这只小狗狗还蛮可爱的，要不咱们领回家做一只小宠物？真是狂妄自大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数码宝贝的厉害，野骨兽究极进化。这样的小宠物，爷爷我还有很多呢。我不服，你们更喜欢哪个年代的奥特曼？下方评论哦。这照片是你们吗？是，那时候我们还很瘦。这就不是你们，你说的不是我们？不是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三个赛罗？我有办法了，召唤赛罗。怎么了，大圣？赛罗、泰罗和加古拉都说他们是你。好家伙，我赛罗风流倜傥，竟然还有人冒充我。没错，你加古拉，一个精通蛇心流剑法的神秘战士，拥有和欧布一样强大的实力和极快的反应速度，常在暗中计划复活马加大蛇。风流倜傥，举止优雅，穿着时髦的西装，对轰开有特殊的感情，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。没错，我就是加古拉，但谁又能证明我不是赛罗呢？你怎么证明你就是我？哇，这变身后的加古拉真的跟你一模一样啊。虽然奥特曼化的加古拉和我撞衫了，但是加古拉的额头部多长出了一个长长的犄角，他就不是我。泰罗，你说你是我，可有什么证据？召唤金骨球。泰罗大人有何需求？砍断我的脚，就现在啊！快，泰罗，你现在看看我是不是你爸爸。点赞过3000，我叫泰罗爸爸。